来，猫咪来，人家说你要进房，快点，小孩拿去。他说你要进房 ，Go。窗户记得帮我上去，避免生病猴那套。啊，在录音的。嗯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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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欢迎来到客房介绍。我们今天这里有单人床和双人床，然后呢，这单人床也很大，我跟妹妹。然后那里有书桌、小餐桌，然后呢，那里有电视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。我们现在看那边吧。Go！ 先介绍浴室，再介绍这边客厅哦。嗯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里是衣架，这里是茶室，我知道啊，我慢慢来，你不要太快。冰箱、冰箱没有放什么，对，没有放什么。爸爸冰箱都没有放什么，哎，哦，没有水了。来介绍浴室了，我穿蓝色，你穿红色，我是不是穿错了？没有。这里有个蓝色，不是这样子。你需要在这里上厕所，没有才怪。这里才上厕所，这里才是上厕所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杯子，对，漱口杯杯子。啊，这是洗发精的东西，这是洗手乳。哇，这是洗手巾。哇，这里还有那个浴巾。淋浴，好，别看我洗澡，我也要洗澡呢。我来看。哎，妈妈看没有浴缸哎。对呀、啊。没有浴缸。抱歉，我要洗澡。抱歉，我也要洗澡啦！不要这样子啊。爸爸要水。要滑的那吗？先叫客厅一下。客厅，就是你可以这样玩哦。来，对，地板很熟悉，你看。来，妹妹，请在那边录我。我从下面录上来。少了一个衣橱，衣橱的，哦，还有沙发，还有那个沙发的，沙发阳台，对不对？这样好痛苦，对啊，这样好痛苦。欸、那个阳台要训掉了哈、哎。对，简直训掉。那一间要7000，太贵了。不然就订4房的。看片是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，我弄啥色叫爸？你们在那个哈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沙丁鱼在那边绕圈圈呀、啊，这么可爱啊！妈跟爸爸转，走。你要吃什么？妹妹要不要吃炒面？是猪脚呀？不要。这是奶起司椰菇培根炖饭，要不要吃培根炖饭？还是吃炒面比较安全哈。哎、欸，它有鸭皮皮呢，南洋风鸭嗓意大利面，哎、欸，它是意大利面的炒面，日式香烤烤羊排，煎鸡腿排佐。妹妹帮爸爸拿一瓶可乐，对，好。这边是沙拉区，嗯。想喝红茶。好，我们来去拿红茶。好，走。来，妹妹去做好。小胡的卤肉饭。来，过来。妹妹来，爸爸帮你弄在碗里面。要帮你切吗？这样就可以了，好了哈。旁边也在。我帮你拿卤肉饭了。炒苦瓜、米子、米，这是米粉。
不要。小树 baby， 好吧，妹妹喜欢吃。拿两个就好。高丽菜，这个不是很想吃，拿一个就好。这一条太多人，所以去后面的中式的就好了。花椰菜。这个是大家，我是林林会啦，林林。逃难去。逃难去啊！你看现在这边很像在抢食物，很像逃难一样啊。来，武林没有看过这种场面的，以前在武林宾馆才有，武林富也没遇过。武林宾馆有人为了想吃的吵架，有遇过两次，圣诞节的时候。首先要吃卤肉饭。你今天心情这么好。拿了，现在都没吃到，已经很饱了，算了。巧克力蛋糕你要不要吃？好，现在吃饱饭了。现在是12度，6点。